他在看风景。事实上，今天是逼一美学小剧场。他拍了一个平行世界的 MV， 你刻上的是那个 MV 里面，他脑海里面的女主角。想象很完美，然而现实。你打我！打我！打我！他又不理解你，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，气死我了！你注意点感情。你别笑，就像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去抓你一样的感觉，你是对的。走，看，变，看，哇，这个感觉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是我们只拍两个背影，分开了。Nope。给我，搞笑。他们现在几点？九点半了。啊，回家通宵完作业，再不回来，张医生真的要通宵完了。正片拍摄现在开始。A club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,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.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. 我已经笑死了。做好准备，正式炸场喽！